哎，朋友们啊，看一下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家自己组装设计生产的一款佛珠机啊。这款佛珠机咱们使用的是双300瓦电机，双夹头啊，两个夹头都是 B12 的，最大可加持10毫米啊。采用的是这种伸缩式顶针啊，顶针可伸缩式，这款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啊。咱们只需要会滑动这两边的这个滑台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两边的滑台，咱们就可以把咱们想要的佛珠啊、葫芦啊、手串啊，全部给车出来啊，非常的方便啊。这边是电源的插口，这是开关，这个是控制这边这个电机，这边是控制这边这个电机的啊。好吧，这个小盒子里面咱们有这个扳手啊，有扳手和这个摇把啊。下面咱们听一下电机的声音啊，声音非常小，现在是这个电机。